那么必须要再强调的是，不管是主色或者是客色，他们都是正常的面色啊，不是说客色就是不正常，都是属于正常面色。这个正常的面色呢，根据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个体，他们之间有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总的来说都是四个字，叫什么？明润含蓄。所以正常面色的基本特征就是明润含蓄。那么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地区的这些人呢，因为是黄种人，所以他这个基本色是黄的，因此呢，我国正常的面色叫做红黄隐隐，明润含蓄。红黄隐隐，明润含蓄，有时候也叫做隐月为黄，明润含蓄。这四个字和这四个字，他们传达出来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你是黄种人，所以颜色就是红黄隐隐，那或者叫做隐月为黄，但是关键是明润含蓄。所以如果我们考试的时候有一个填空题，就是我国正常人的面色是一顿号一句号，那你就要填上这八个字啊，不要写十二个字，我只要求你写八个字。如果把我国这两个字去掉，就正常人的面色，那应该是什么？明润含蓄。那么如果是比如说黑人，他可能是隐月微黑，明润含蓄，是不是？这道理是一样，当然没这么说法，但是我是举个例子说，大概你要知道这是常色，就正常的面色。那么临床上呢，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我在看门诊的时候，我遇到很多同学，我经常跟病人说，问病人一句话，我说你的脸色是不是经常是这样啊？啊，病人都是啊，或者讲我不是，我是昨天生病了，怎么才？为什么问这东西？其实呢，我目的是要引导同学去看病人的面，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到临床上去是很认真，但是不得法，他总是想抄老师什么秘方，所以望诊不是望病人，是望老师的写的字，说老师写什么，说他讲秘方。实际上呢，应该去观察病人。但为什么不说，哎，同学们，你们看这个病人脸色，这样会怎么样？病人不好意思，这么十来个人都看他脸色，嘿嘿嘿嘿，脸不是红了吗？红了就他就影响颜色的。一般他不经意之间，哎，你是不是都这样？他是，哎，他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是吧？因为他医生对话很自然，他同学就会去稍微看一下，哎，这个就比较客观，比较自然。好，那么再一个呢，就是看了面色以后要把它用在临床上去，不是看了就算了，是吧？我们现在很遗憾的是，有很多医生在临床看病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善于去观察病人的眼色，只注意到这个病人他是怎么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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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讲了一说口述的那些症状，就问诊的那些症状，而不注意观察。我不是跟大家说了，我不赞成把望诊放在第二章，把问诊提到第一章。实际上做一个中医最讲功夫，最需要提高的就是望诊的功夫，望而知之才能谓之神，而不是说一下子形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都要病人说的才算数，病人不说都不算数。这个张仲景在1800年前曾经批评过，叫做醒即问病，勿在口己，相对虚疏便处汤药，就是你看病的时候一定要病人说，在包括文诊也是这样，都要病人非得说出来才算。其实有一些东西的，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望闻问切去采集。所以我们讲四诊合参，不是说一说而已，而是说完就考试考完就忘记了。再来呢，讲第二个叫病色。怎么叫病色呢？同样的，我们刚才讲它是疾病的颜色，或者是疾病的时候的颜色。那么疾病的颜色实际上它也包含了两种情况，是吧？一种是就是不正常的面色，叫异常的面色。第二种情况呢，它是病人的面色，是不是这样？它有两个意思嘛，一个是疾病的面色，就是说什么样的脸色是不正常，比如说太黑了是不正常的，太黄了是不正常的，是不是？
那么第二种是病人的脸色。什么叫病人呢？病人有两个概念，我们叫 patients。 那么一个是生病的人叫病人，还有一个很多我们经常把到医院里面去的人，那些除了医生医务这个工作人员之外，剩下人好像有时候都习惯他叫病人。当然我们讲的病人主要指的是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呢，不一定脸色都是不正常的。比如说这个刚才来上课的时候，走到半路上风一吹，哈气，打一个喷嚏，感冒了。生病了吗？生病了。什么叫没有？感冒了还不生病？但是呢，生病了以后他不一定脸色马上变，是吧？比如说我现在脸色是这样，他打个喷嚏回来就变成另外一个什么颜色，那个变脸了一样，没这样，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心理的异常，心理异常也是疾病啊，但是呢，他不一定脸色马上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呢，病人的脸色不一定都是不正常的，有一些脸色还是红黄隐隐、明润含蓄的，是不是？我们在讲到得神的时候，讲到得神，他的面色都比较好。那么得神也可以鉴于什么？鉴于病人，我们叫轻病的人，所以才讲愈后比较好。那么轻病人也是病人呢，所以病人的脸色呢，不一定都是异常的面色。那么我们这里说的病色，主要指的是异常的面色，理解了吗？好，那么刚才我们说正常的面色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什么？明润含蓄。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不正常面色，所以把这四个字反义词写出来就是病色，是不是？明润的相反的那当然就是晦暗的。含蓄呢，那就是暴露了。所以我们从某一种意义上说，病色的基本特点就是晦暗暴露的。因为你前面已经说过的是明润含蓄的，后面当然就晦暗暴露。所以中医学实际上我们讲要背，但是实际上它记忆上是它是有技巧，因为我们一直讲都是讲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平衡。那么这阴阳它相对的，所以正常的是这样，不正常的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就好比我刚才说的，说得神叫做很好，失神就叫做不很不好，是不是？或者叫不好，所以它这个是相对的。那么病色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可以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在疾病的过程中，只要出现的面色是比较晦暗暴露的，我们都可以理解它是一个不正常的面色。那么病色呢，还可以分成两个，一个叫做善色，一个叫恶色。善和恶也是相对的。那么善色恶色当然是对整个状态好坏以及愈后的一种概括，是不是？好的叫善，坏的叫恶。那么你说都是病色怎么还善恶呢？因为尽管它是病色，但是病色之间还有好坏。就像我们说有的疾病它脏腑功能比较正常，愈后比较好，有的疾病脏腑功能比较不正常，愈后比较差。所以呢，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啊，真正理解。那么什么叫善色呢？善色，所谓的善色就是比较光明润泽，光明润泽。那么恶色呢，它就枯槁晦暗。光明润泽和枯槁晦暗呢，他们两者之间也是相反的。就是说光明润泽的那一般是善色，枯槁晦暗的是恶色。不管是善色恶色，这里指的都是病色。那么同学们就过来说，话都是你颠来倒去都是你说的，你刚才不是说光明润泽就是正常是常色吗？这下怎么又光明润泽又变成病色了？不单单是含蓄，就是说我们在相比之下看到一个人面色，虽然他可能面色不正常，或者他是就是说有一些变化，但是只要是光明润泽的，那就是比较好的。
一开始其实我已经讲过这道理，就是说所有正常的人他不见得面色都是正常的，也不是所有疾病人脸色都是不正常的，是不是这样子？在疾病的过程中，只要他脸色是相比之下是有光泽的，那么或者你刚才讲含蓄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好的。而相反的，如果脸色是比较枯槁是无华的，那么情况就是比较差的。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想请大家看书是39页，40页，讲错了，对不起。书本40页的有一个图3-2，2-3，有没有？有。那么这个表格呢，实际上它是从内经引来的，它要说明的就是我刚才讲这个，不管是正常的面色啊，还是病人的面色，它都可以用这么一个原则表达。比如说赤色就是红色，在正常人来说，红色什么样比较好呢？应该如白裹珠，就像一个白色的这个丝绢裹着朱砂。大家见过朱砂吗？过去我们叫朱笔，就是那个判官在画红的或者画什么，就朱砂。朱砂是一个中药啊，它是红色的。那么朱砂包成一个包的，外面包了一个白色的丝绢，那么这样的丝绸呢，所以它这个红是从里面往外透，而且朱砂是什么？朱砂是这个丝绢呢是比较有光泽的，而不是一种粗布。它没写粗布，它写的是白，是一个丝绢。那么这个是白，红是从白中间透出来的。那么有时候出现什么呢？出现叫如赭，不应该像赭。赭是什么？赭是红土。红土相对它就没有那个光泽，所以呢，正常人红色应该红的像什么？像朱砂外面包着一层白色的丝绸一样，而不应该像红土。那么在生病也可以见到红色，生病红色叫红如鸡冠，就是鸡冠。鸡冠见过吗？鸡冠应该见过哈，红也是从里面透出来，它很红，但是红是从里面透出来的，它不是涂上去的。不应该像什么？像坏血，坏血就是淤血，那种这个福州这个地方买那个猪血都是很多是熟的，我们那个闽南很多卖猪血是生的，你看那个流出来血淤成一块，那个血它的颜色相对也是红，但是它就比较没有那个光泽，所以它应该像什么？像鸡冠，而不能像坏血。那么白应该像什么？白如果在正常的白像鹅羽，就是鹅毛，白色的鹅毛很漂亮，有光泽。不应该像什么？像如盐，盐现在的盐是因为精盐做的比较漂亮，过去盐一般都是粗盐啊。你们2000多年前肯定是粗盐，你们见过粗盐吗？有，粗盐就白，虽然白但没有什么光泽，就有点黑，是吧？所以这个不要像那个颜色。那么在病人的时候，白要像什么？像唇膏。什么叫唇膏？唇膏就是猪油啊。猪油凝固了，见过没有？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或者放冰箱拿出来，那个白色，那个就是白，但是有光泽，要像猪油，不要像什么枯骨，就是啊，这里就有了，不要像枯骨，没有光泽，所以要像猪油一样，不能像枯骨。黄要像什么？像如罗果雄黄，雄黄知道吗？有没有同学见过雄黄？雄黄是一个金黄色的东西，就是民间在端午节啊或者其他一些季节的时候，用那个去调雄黄酒去撒在那个床铺底下，或者去涂那个鼻子耳朵，它能够辟浊啊。那么雄黄是金黄色的，黄的像金黄色，外面包着罗也是跟刚才讲那个一个丝绸丝绢是一样的，是吧？那么不应该像什么呢？不应该像黄土。在疾病的时候，黄应该像黄如蟹腹，就螃蟹那个蟹腹。大家知道买螃蟹有那个膏，那个膏呢，你看翻起来看，它就那个膏也是从里面往外透出来的，是吧？不是涂上去的，所以像蟹的这个蟹腹，因为蟹黄蟹，因为我们现在见的膏很多，我们福州这个什么什么红鲟啊什么，它是膏是红色，像膏很多是黄色，我们叫蟹黄，它是黄色的，因为像蟹腹。不应该像什么？像枳实，枳实是一种中药，它很看过黑黑粗粗、黄黄粗粗粗粗的。如此等等，这些呢，
就是我们要说的，就是说不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只要是明论的、含蓄的、有光泽的，它都比较好。如果是没有光泽的或者外露的，都比较不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善色和恶色。那前面这两难，就是在平人这两难讲的是我刚才讲常色的，后面讲的病人这两难呢，说的是病色的。五色主病，五色主病呢，是我们望色里面的比较重要一个内容，也就是说你们将来在考试的时候，包括期中考、期末考啊，以及未来参加职业医师考试啊等等，这个五色主病它是肯定要考的。那么五色主病呢的关键就是把每一个色下面有一个主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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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句话给它背下来。如果讲考试的话是这么考法的，就是那几个字给它背下来。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临床上怎么去认识这个五色，为我们临床诊断提供依据，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背那些东西大家自己会背，我先说明一下，大家必须会背啊。那么为什么叫五色主病呢？因为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两个病人的脸色是完全一样的。每个人在疾病过程中，在健康的状态下，他们的脸色都不会完全一样。那么这面对这么复杂的这些脸色呢，如果没有把它进行适当的归类，那我们在对它进行分析辨别的时候就会有困难，教学上也会有碰到问题。所以我们古人呢，就在五行理论的这个指导下，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观察，就把病理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色的变化大致上分成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就是青赤黄白黑，和五行的木火土金水它们是对应的。第一个要说的叫做赤色。什么叫赤色呢？赤色简单的说就是红色，我想每个人都知道。那么脸色什么叫红的面色呢？比如说我们这位同学穿的这件衣服是红色，比如说我们上面这国旗的脸色是红色，这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讲的面色红呢，红色呢，如果脸都像国旗一样的颜色，这是不太现实的，也很可怕，是吧？如果假设来一个病号真的脸涂成这样子，不是涂的，是疾病的时候变成这样子，那么这个病人呢，这个是很可怕。所以实际上它不是这样。那么红到什么样子呢？它也不可能像我们这个嘴唇和舌头这么一个颜色。那么那你说老师你到底说什么呢？什么叫红色呢？比如说大家可能见过有一些同学生病的时候发高烧的时候脸通红，那就是红色。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在很激动的时候或者很不好意思的时候脸红一下，那就是红色。或者说你跑步跑过来气喘吁吁的时候，天气热一边流汗一边那个脸色，那就叫红色。如果还不知道的话，那我想你们可以等一下试试看，过一会儿拍完过夜出来，这个颜色就是红色。好，所以红色就是这样一个颜色，而不要理解说红色就是就是像这个大红的这种颜色，这是不对的。那么红色它可以因为个体的差异，它有深一点浅一点，有的在不同的部位表现出红色。但是呢在中医来说，红色的主病主要主一个字，就是热症，就是热症，主热。为什么热会见红色呢？因为热会使得气血运行加快，我们叫做气血涌盛。
气血的运行加快。如果套用一句现代的语言说的，我先给大家比较一下，我刚才拍了两下，所以两边手的颜色就不一样了，这边就比较红了，是吧？这就是红色了。你不要是等到红到像那样红才那个，就像这样，刚才两个颜色就不太一样了，有没有区别？有啊。那么，也就用现代话说，就是在单位时间里面，通过面部或者通过单位面积里面，这个血量增加了。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个色很多是血引起的。红就是血的颜色，所以当血量增加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就表现出来就是红色。所以红色一般呢和这个血多血少有关系。那么引起血多的原因呢，主要是什么？因为不是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间好像现在输血一样灌了很多血进去，不可能。它是血的运行加快啊，运行加快，那叫气血涌盛，所以见到的是红色。因此红色主要主热症。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单单一个面色是红色就说它是热症。红色提醒我们它可能是热症，但不是一见到红色就一定是热症。比如现在很紧张，一下子被老师点名，不好意思脸一红，你不能说这就是热症。那要怎么样才知道是热症呢？所以在临床上不管什么颜色你要进行判断的时候一定要有兼证，要参考其他的这个症状，我们才能对它的这个可能产生的原因或者它的这个病理机制进行一个判断。这就是我们前面在说的四诊合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